杨丽花。好，各位贵宾，部长，谢谢，半甲高明，还有我们的电视界啊，长官、总经理，那么多人来捧场，第一次的记者会没有这么多人了，还有我们的记者小姐、摄影先生，大家好。好久不见，好高兴啊！这次的记者会，我筹备差不多一个多月，准备说要这个时候来美湖大饭店。相信各位的记者，美湖大饭店你们很多人没有来过，这个是好地方吗？好。谢谢谢谢，因为到电视这个，那碰到的人，敢那一千无啊，嘛惊怪嘞。运动衫穿的，我卖出声，无人会惊。我若出声，听到就杨丽花。那是予人真叫了，有当时啊场合，拢无叫了，就是讲无看场合，就是要翕相，有时拒绝也来不及。啊，若听到讲。差不多五六十岁有啊，也有四五十岁较少。伊讲我将阿母甲阿嬷伫看歌戏较重，真多真多，定定着听即句话。我若听着伊讲，伊讲为什么你若无要搁再出来？我讲我老了，哪会咧演到遮侪年搁再演？你爱搁出来，还搁有真多人要看。听着即句话，我就真心酸，唉。岁月不留人呐、啊，啊，老当益壮，风采依旧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句话带动我几啊十年来，我就耿耿于怀。讲到杨丽花，就想到歌语；讲到歌语，就是想到杨丽花。敢那亲像我杨丽花责任足重的，我敢那无搁出来卖啊。但是虽然我无搁出来演。而适合我，我一定会搁再参加。我过去演几啊出舞台剧，我常常即句话常讲，讲我杨丽花无要退休哦。我有今仔日杨丽花，就是歌戏甲我牵线。我永远就是要保护歌戏。我若食甲老，有甲老，食甲无喙齿，嘛会糊涂老。我就是咧爱护这个歌语，歌语是安怎的文化？这正正咱台湾文化，明个无代传统搁传落去。我有这个号召，要搁再来出来努力为歌语咧。电视明个无歌语，因为电视太庞大了，你若无歌语咧。后一代，不管是观众，这是拢教宗教孝，这么正好的文化，为什么咱无人要搁再出来嘞？所以我用的话，无论安怎嘛，我有一块开地的，我就是要来为国语做代志，因为这是我的责任。我要担嘛，足多人要担，包袂。我嘛讲真多啊，无啦，你讲的拢人足爱听。不止我咧担，我就讲我咧搁做来为华语做一寡代志。方面就讲，伊要来做义工的，伊一定要来甲我斗三工。所以为着这个百合，绿生百合掏一点地家会，就阮方面来第一甲我支持，是不是啊？谢谢你，应该的，对吧？希望。这句话咧，我也希望讲电视界各台都是有歌仔戏。参见主持界的祖师爷。我还搁倒转来。谢谢，先甲两位敬礼一下，作为成就。但是呢，我知影讲，阮团长伊其实为着歌戏贡献一世人。因为着这三年歌戏，伊努力不懈，
所以所有人拢感觉讲，国语就等于油莲花，油莲花就等于国语。伊这一摆宝刀未老，重出江湖，要在电视上制作忠孝节义的歌仔戏，希望把咱台湾本土的文化传扬到全世界。好，咱大家拢知影讲，咱台湾文化这么优美的歌戏，确实是足水的。我今仔日上台，就是为着咱后一个活动，叫做《我是杨丽花》。大家拢希望讲，成为国语的偶像杨丽花同款，所以阮要传承下一代。阮这组的国语中好节义，是要传承观众。我是杨丽花，是要来传承新秀。我会讲足紧的，因为我知影你穿这梳足重的，我唔敢让你徛辛苦。但是你八点就起来装啊，你嘛是爱徛较久的。你真有那么痛啊？你卖怕死个都。你咪哦。你的口才袂歹，你讲啥物人坐拢练甲真好，你讲甲啥人都练甲真好。伊是啊，排练你知无？有咧我专团啦，啊就讲往坐嘛会来专团，你看基哥嘛来团，啥物人都来团，哦，这是排练提升到啦。袂歹，啊，互伊有哪介绍较清楚，你继续表现者。